开饭了，今天是大肠、榴莲、螺蛳粉，开吃老婆，这都三臭老婆。先给老公来个大肠，一臭，你先吃。两臭，再来点粉啊。嗯，等会儿。啃个大肠，用筷子，老铁。嗯，太香了。点烟的好朋友给个双击一下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嗯，香了吧？嗯，很不臭。啥？来点螺蛳粉，来给你玩，给我老公来点螺蛳粉，我的最爱，还是我的最爱。螺蛳粉，倒点水。嗯，等我再吃杯子，想了好久的榴莲了，来上一块榴莲，换个盘子，干净一点。再来一块榴莲。哇塞，再来一块榴莲，这个榴莲不错哈，肉挺肥。别看小，哎，你别看小，都是精华。对，哎，挺好，给你块，谢谢。客气。哇塞，这个榴莲可以，嗯，好的。点年的好朋友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真的。哎呀，筷子，赶紧。嗯。榴莲好吃。好吃，谢谢。给他妈留着吧。开饭了，今天吃的是辣椒酿肉，还有面和蛋，还有个小素菜，辣白菜。先来个辣椒灌肉。嗯。
放进去。点进来的好朋友，记得给个双击加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就辣白蒜，辣八蒜。爆浆，来一个，谢谢大家，记得给个双击加个关注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